繼續看看這一場的男子單打的四強賽事，陳金落後緊少少啦，兩分波。佢係 M 波嚟嘅，打翻重複位。11, 對，而家真係值得讚，就打得好淡定啊！雖然話一路都係佢落後住一兩分嚟打，一啲都唔急啊！李宗偉，我哋大家知佢嘅作風係咁噶啦，一定係好穩陣噶啦，非常有耐性，就唔使多講啦。而今日陳金仍然係同佢可以爭持到咁耐啊！不過佢呢一板吊前場咧，就令到陳金都好幾次幾辛苦去換啊，亦都輸咗個 chance 俾打個扣殺。陳金之前就輸過5次俾李宗偉嘅，咁啊當中希望即係吸收到啲經驗啊，點去對付佢。靚波嚟㗎，唔使大力打。落點好尖，我覺得。落點又邊又前。仲有啊！可以用個手腕變一變個方向添，抌得其實已經幾靚噶啦嚇，李宗偉。其實都係啦，冇得喐噶啦，即係搏一搏嘅就陳金，整個假動作養，希望對手希望走一甩，點知真係唔留意啊！呢個李宗偉冇諗到會過到網啊！仲係唔攻，哎呀，可惜啊！最後自己急咗啦，但係李宗偉都辛苦啊，咁樣，因為兩個都咁辛苦。最後都是把持不住，領先翻一分的李宗偉。好靚啊！歐對角，好呢、這個好有把握啊！李宗偉招，哇！呢一分大家都打得幾多精彩波？哇！第一局已經咁辛苦啦，我哋喺度頭半局打到真係。即大家都不是話咁有本事可以一兩拍解決到對方噶啦，而又夠穩，大家都唯有係咁磨。Play next, please。但個上手控嗰度咧就控得比較好啊，陳金我覺得有少少優勢嘅依家，佢個平高啊同埋個 drop 咧都控得比較主動。李宗偉嚟咗啲波就拋高就比較應付啲。李宗偉幾乎夠翻過咗咧，陳金頭嘅，不過好在叫出咗界啊！14-15，一分波。喺度好耐，
15-15 對方一起板，佢已經撲定了，逐到正一正。好跟得靚呢板，係啦，好好緊接得到。喺段呢幾分波呢一段時間係攰啲嘅，而家李宗偉都腳步都慢咗少少。阿陳金反而仲有力，范超前一分，陳金。整個波其實李宗偉帶住啲分數嘅次數啊，時間係長啲嘅，咁要好好把握。陳金而家有機會領先緊對手一分。好嘅，很厲害，兩分波都係跟上去個板，跟得真係好快。係啦，睺到李宗偉個啲動作出手嗰、那個啲路啊。佢領先對手最多就係而家嘅，暫時就係有兩分優勢啊。靚波嚟。我捉唔到佢打呢條線。Service over 16-17。鬥志，大家都。最後個剎那先出手打點，好靚啊！陳金今日呢啲點殺喺李宗偉身上攞到兩三分，效果就比陶飛嘅重板殺仲好。咪趁佢打完攰攰地啊，琴日可能場波都打到好攰，咁啊打呢啲波打得邊線啲啊，等佢腳跑多啲。出手幾靚，個機會好大啦！陳金領先三分，都第二次咁樣個反手推出界嘅。佢正手都幾次嘅，佢正手嗰度推直線咧，正手又係嗰個邊線位又係出界。住個殺手揀又出，哇！李宗偉收得翻個線都幾靚。有game point了，哇！都猜得你真係幾辛苦啊！係好辛苦啊！之前兩集咧，見阿李宗偉打李元一又係咁樣，就比較怕呢啲啦，就拉到，但係個控球個手上個技術咧就控到佢，即係又要當然有體能救佢，即係救佢咁嘅體能，咁好體能磨同佢鬥磨。哎呀，好嘢！跳到最高空嘅時候咧，就唔要啦，判斷到。反而攻啊，唔驚啊，李宗偉啊，對手強攻佢都防守好過接殺波，特別係接殺波啦，個能力強。所以你。